万众期待《黑神话：悟空》正式发售，我的动态也正在举行抽奖活动。我采用的显卡是 RTX 4090，开启 DLSS 真生成，全景光追高，基本上是现阶段的画面极限。而开篇的动画只有一个字解说，就是“哇哦”。老孙啥功名不要，只求回到这花果山中了，过过逍遥日子。上面的天王老子信不过我，我懂。让你小子带些虾兵蟹将过来虚张声势，又想唬我回去做神仙，我也懂。不懂的是，你他娘的杀我猴子猴孙！蠢狗，放肆！还不退下？都记好了，他不是只普通猴子，他是有功的猴子，是封过佛位的猴子。这里除了我，没人配与他单挑。猢狲的猢狲。我本不想与你这个手下败将再战一场。这样吧，一会儿若是你败了，我带你回天庭，他们留在这里铲平花果山。若是我输了，我定然不会罢休，他们照样铲平花果山。生灵涂炭呢，好歹也同僚一场，是真不想打。要不你现在就跪下认个错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如何？这么多年了，除了那只猪头，就属你最会扯淡，最能逗老孙开心。杨兄弟，你放心，
待会儿我只拔下你额头上那颗眼睛尝尝鲜，其他两颗先给你留着，我让你亲眼看看我是怎么杀光天庭每一条狗的，这里的，上面的，还有刚刚那条黑的，留下点儿，一起上吧。第一个敌人二郎险胜真君，老天一再给你机会。这场战斗孙悟空不亮血条，处于无限血量状态，完美闪避。二郎神神力太高，部分动作无法定住他，你打不动我。防住一次攻击之后持续输出下砸攻击，孩儿们上。此时积攒了右下两级棍势，二郎神被群猴连续打出一指，二郎神挥戟连续输出，连续闪避，一个套路完毕之后是我们攻击的好时机，普攻连续输出下砸收尾，打不着，打不着，还是打不着，你就是打不着。此时四级棍势已满，满棍势击叫，斗战胜佛，你可知这长生不老的佛位有多少人求而不得？长生不老，三界六道不就毁在这四个字上？二阶段，孩儿们再上，猴子很难配的，配不好变太监了。控制距离，让小猴子们先上，手动歪剑长按蓄力。小外甥，我就是不单挑。远距离观察，上去输出，连续攻击阻止他出招。我让你再动弹。普攻下砸收尾，紧接着二级棍式原地起跳，再次下砸。你打不动我。泼猴，你受了天禄，本性未改，今日谁也救不了。好兄长，你的刀钝了，正好给俺老孙挠个痒。本事不小，你还上天了。慢慢接近敌人，三阶段招式齐多，输出武功下砸收尾，烦不烦的？身外身法 CD 完成，再次放出来，乱棍狂殴二郎神。我就是这么赖皮。二郎神血量见底，
生，这就是你说的单挑？天上阳光扎眼的很，有种再和你舅舅去山里会会。这便是孙悟空的最后一个故事。他一生豪杰，平生最喜自由自在，纵然得了镇国金身，却还是受不得天条烦恶，一心想着回来这里与咱共乐天真。谁知他辞了佛位，欢喜欢想，有些人倒是越发放心不下。哎，这块石头啊，在山里住了不知多少时间，我打小听人说齐天大圣的尸身就藏在里面，他乃天产石猴，本有不生不灭的大神通，纵然不幸身死，但神魂没有完全消散，而是化为了六件灵物，各自逃遁隐匿世间。这便是大圣六根的传说，可惜数百年来无人亲眼得见。我老了，走不完这四周茫茫之地，但你们之中书籍会有天命所归，将他遗下的灵物一一寻遍，待灵物尽数回归花果山之日，或是大圣复生之时。下一集，观众朋友们就可以通过视频跟我一起重走西游路。序章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不要忘记我的动态有抽奖哦，关注加转发即可参与。大家拜拜。